其實科技對物流料非常之重要啦，因為物流咧其實個工作咧就將呢個物件咧由一個地方送到一個地方，因為咧就要運送嘅貨件咧就非常之多，而地域嘅限制亦都即係全球都非常之廣泛，所以能夠運用呢一個科技咧，相信咧一定非常之有大嘅幫助。